好，欢迎回来到阿辩直，我是阿宪。今天呢是大年初一，那在大年初一，我们家有个习俗，就是我们家的所有的人都会邀请自己的好朋友来到我家一起吃个年夜饭啊，这个团圆的意思。那今天也不意外，就是我今年邀请了老周，还有阿明，还有我的一些朋友。但是最重要的是呢，今天我还邀请一个很特别的人，就是我今天有告诉他们说我们今天要拍片，但是他们以为我们今天是要拍我们记录的来我家过年的这个记录影片，但其实不是，今天我们要拍一个很特别的整人惊喜企划。假设我带女朋友回到家里面，他们会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来看待这件事情？你是不是又想自肥？好，那就有请我们的来宾，我的一日女友舅舅。大家好，我是秋秋。哎，你好。我就想问，为什么今天要在床上开场啊？而且脸那么红，现在害羞。所以今天我要来假装你的女朋友。对，今天要就是委屈你，就是因为我们今天的就这个计划非常特别，就是我们要在这吃饭的过程之中啊，就是营造就是我们好像在一起的样子，那他们都不会知道，让他们去就是怀疑说，他们两个是在一起了。那到最后呢，我会公布，就跟他们说，我们在一起了。然后看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再来一个大反转，说还没有骗你的。你太兴奋了，很兴奋。我跟你讲，算了，不要多讲。你讲一下，你讲一下。我觉得那今天主要要骗的就是老周、阿明还有我爸。那待会的第一个任务呢，就是让你跟我爸认识，所以我待会把他介绍给我妈。但是呢，我们不会说你是我女朋友，但你可以跟他形容一下。好。对，那。对你好的印象，因为他这样子是谁？好，好，那就这样。那你的第一个任务准备开始喽。OK， 好。好，那我们出发吧 ，Let's go。好吗？嗨。他是啾啾。啾啾你好。他是我妈。好漂亮哎、欸。你的女朋友吗？你不要这样讲，你不要这样，你这样子，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哦。欢迎你今天。过年夜 来我们家过年，我也很期待。是的，那阿姨有什么地方我可以帮你的吗？我看你一个人在这边忙东忙西，你可以帮我切葱也可以，或是你帮我挖这个牛腩也可以，这个牛腩都好了。好好好，我帮你挖牛腩。他不会了，他人很好，他只是嘴巴很坏。你在说我吗？太扯了！太扯了！你让我挖一下，太扯了！
好的，我妈妈拿了那个，要怎样？不看，看在旁边看，叫你们玩。臭傻小。为什么姐姐叫我傻眼呢？我们将镜头转回棚内，安安边缘子记者阿明独家报道。好的，那我们今天也就差不多了。我觉得差不多跟他们讲到最重要的环节了。待会呢，我会出去叫老周和阿明先进来。然后先跟他们讲说，其实我们两个人决定在一起了。哇！对，那我们待会就可以自飞了。没有，就。画面需要，所以我们还是得借用一下你的，的手。哦，吓我一跳。对。好，那我们要说，我们在一起了。然后看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哦，所以等一下要牵手。对，等一下要牵手，那最爱的环节。那我可以问一下，你记得我上次牵是哪一只手吗？是右手。右手，那我这次再牵右手。OK。因为毕竟，如果观众有想要断你一只手，断右手一只就够。那我现在去叫他们，你在那边等我们。好，两位请进一下。干嘛把我运进小房间？对。对什么？对什么？我们上次拍完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要试试看在一起。啊？对。这么突然？对。怎么可能？对。Oh my god！ 等一下，等一下。啊？对。这么突然？对。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大家请把手上的武器放下。这个约会计划可能就是要断送在这里。这是第一起玩家，是不要晕船，要给别人机会，还是要给别人机会啊？没有，不给人家机会。Oh my god， 这有点过甜，对。对，所以我们两个决定要，就是想说，因为我们刚在一起没有多久，所以我想说先跟你们讲一下，这样比较有礼貌。笑起来！你干嘛？你很紧张吗？我也很紧张啊。但是我真的，是真的吗？是真的。因为你不是等我们吧？因为我也很怕，因为阿宪之前跟我说，他如果下一次要再交女朋友，他会跟我好好讨论的。我也被讨论了，现在啊。在一起讨论。女生。他们一直在牵手。哎，对，我忽然觉得不是很自在。我很不舒服，没有办法再牵人，我觉得超恶心的。真的吗？好了，恭喜你，这是一件好事。对，毕竟说真的，就是如果能够看到兄弟幸福，可以了。是，本来就是我愿望，就是男女生交往至少需要就是两三个月的时间。是啊。可是他们从约会到现在，其实不到一个月，差不多一个月多一些些，所以我会有点担心，因为一方面是可能两个人是不是没有到很熟悉。那我相信是，就是在谈恋爱的过程中，应该是。是啊，但就是你真的要好好对人家。好了，如果你不好好对人家的话，就是我会去法院按铃。对，好了，那就是一个很棒的女生。好不容易找到一个，那我们要不要大家一起抱一下？我想先不要。大家一起抱一下，四个人一起就抱的。我抱给你看就好了。好可怕，我有吗？哇！控制好你的表情。那所以你们都相信了嘛，对不对？因为我从来没有就是带女孩子回到家里过年过，所以待会呢，整完你们呢，我还要整我妈。所以不是真的，不是真的，我是真的啦，假的啦，我演很久了。对啊，你怎么有办法把你自己逼的？我认真问一下，所以摄影机在哪里？这里有一个，对，这里有一个，那里有一个，哦，那里还有一个，对啊，其实很明显，但是因为太震撼，他们已经没有看到摄影机，他们刚居然没有很明显啊。他们刚进来的时候，他们就觉得气场很怪。好啦，感谢你们两位今天的配合哈，谢谢，赞啦，这边还有一集也跟他 fuck you 一下吧，对 ，fuck you， 浪费我一个感动，不会，失败了，有机会吗？再说，新年快乐，太尴尬了，赞，那么我们现在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我们直接继续哦。继续等我妈进来哦，我现在去叫我妈进来，看她的反应会是这样。我觉得曹妈应该反应会很棒。曹妈妈，对不起，都是她的 idea。好啦，嗨，嗨，怎么了？妈，有事情跟你讲，你先进去。哦，嗨，哎，这位，哎妈，就是我们两个，就是最近决定要在一起。真的，太好了。所以今天过年才会带她回来。然后、你们站近一点嘛，不要这样。哇！你觉得如何了吗？我很开心哎、欸。你很开心吗？对，我超级开心的，你终于交到女朋友了。不会啊，我觉得的确很
得他很好，心地非常的善良，他笑得很开心。我上次跟你讲，我觉得这个画面很漂亮，就是我两个最喜欢的女性都在这个画面里面。但吧，我还是得跟你就什么诚实说一下，还没有在一起。但是我们想先看看你的感受，你的那个表情会是什么？毕竟我很久没有交女朋友，我想看你会多开心。我真的会很开心的，你当他女朋友好了啦。啊，这是妈妈给我靠台是吗？这个男孩子虽然不是太聪明，但是他心地非常善良。哦，对，对，这是这是真的，然后又对朋友非常好。哦，我刚好看到一整桌都是他朋友。对啊。而且我们家都很热情，尤其是妈妈。有妈妈很漂亮，有加分。真的吗？真的。有太家人就说是妈妈很漂亮的帽子。我家又多一个女儿了。哎呦，好啦，开心吗？开心啊，开心啊！没想到你的改变，你没有什么改变，你听到交女朋友跟没有交女朋友都是一样。因为我们一般的话，初一大部分都是我们家族人。都会一起来在我们家吃饭。那今天特别立先又带了你，又带了阿明跟老周，就是很开心，也欢迎你们每年都来我们家吃。好哦，明天再来。好，明天改播就是正式的。哇！就这样。怎么了？就是你知道吗？有一种。就是，然后就是接受，然后就偏的，这就是我们要的节奏，这就是我们要的节奏。我们一开始就是要让你有这个。你怎么会答应这种事情？我都看错了，什么意思？怎么会沦落成跟李先在一起？怎么会？不行吗？不行啊！希望大家喜欢这次，就是我们的过年的二整计划。那你有被整到吗？说实话。说实话的话，是真的是傻爆眼，是傻爆眼，眼睛直接爆掉了，手一牵巧，眼睛就爆了。抱歉。我跟你说，我今天真的赚到了，赚到牵手了。刚才偷偷抱我一下，怎么叫偷偷抱你啊？心动了一下，心。既然有最怕，那我们再研究一点好了，看会还有没有别的新的东西出现。就已经没有在管整人了，只想管亲密互动这件事。没有，只管整自肥。然后我跟你讲，刚刚也没看到我妈的反应，我妈的反应也是让她没有办法招架，没办法招架。所以我妈很热情，然后直接一起跟我一起邀约她下来，明年还要来这。差点配偶栏就签下去。这叫什么签？如果配偶栏出现的话，不要那么急着签，因为我们要靠地契才可以签。我们拍完那支影片后，我妈也看了，然后我妈问我说。你不考虑这女生吗？她真的很漂亮的呢。谢谢。真的哎，因为我在那说，就是潮妈其实要入到潮妈眼的女生真的偏难，因为你可能不仅卫生要好，然后呢，你看起来又干干净净，然后没有什么坏习惯，这些都是她会考虑进去的。好啦，那最后就感谢君君，那我们 我还讲什么？如果喜欢舅舅的话，记得去订阅他的频道，还有他的 IG， 还有他的 Twitch。然后喜欢的话，记得订阅阿辫子，并且开启小铃铛。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拜拜！拜拜！我们现在要给舅舅挑战，我没有，我都投降。有没有挑战呢？有啦。那怎么讲？好，你的头了，好。你看你是什么？你知道他头在哪吗？对不对？你知道他头在哪？你赶紧刚朋友那边的。快要崩溃了嘞！演下去之后发现，哇，好像回不了头，好像快变真的了，好像回不了头。会不会这支影片最后剪出来的时候都没有说骗你的，都只是。